日子好好穷啊！我们超穷的，我们是穷逼吧？真的。啊，会去啊！啊！可以。拿斧头凶凶。中间桥崩毁了，晚来的不怎么办？哇！你们干嘛？干嘛？啊！啊！我跳下去！哎呀，没有人补核心啊！铁镐说挖我们，懂吗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哦，杰克还有荆棘的装备耶，好恶心哦！微波浪符，就把那个符，它钻石符吧。钻石符就是。啊。小颗粒，怎么喷到我身上啊？对啊，我也想怎么喷去那边。去补核心呐、啊！喂，又在挖，被挖掉了，没礼貌。啊、对我死掉，可他挖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旁边的这个我刚放了。你说那个跑酷啊，那个跑酷有改过啊，我就说作者有把它弄简单了、啊。刚看错人。哎呦，看看。跑跑跑！装备有了，哦、有赚装备回家了，回家！哎、欸，这一起吃一下会死哦！啊，会死，真的会死啊！啊，会死！感受到了吗？一起吃！啊！哎呀，可以顾一下吗？欸、我想回一个家。箱子里面有杰瑞的装备啊、哦！好，然后什么手上有香精西瓜？好妙！他是不是故意的？应该 是拿来故意嘲讽你的。嗯，对，不是这个对方的稿子不要丢在旁边啊，可以换绿宝石啊。啊啊！换了。那、啊、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绿宝石换。哦，丢到战神祭坛。哦，可这是干嘛？哦，力量跟中毒那个垃圾镜。哦，我们的铁，离开中间。哎呦，卡了，一直卡，感觉不舒服。因为他们在放倒。哦。然后就卡卡的。卡卡，先抖一点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迟到没关系啊，有人看着。需要核心，需要核心。我知道，我刚买了一点。哎、欸，泽平，嗯，还是你帮你给你一个目标，嗯，你带稿子去对面挖掉他们的核心，小核心就是那种旁边那个他们一个一个倒旁边一个那个核心，稿子要去哪里换？青金石，在家里商人那边、最左边那个商人。不要动。你后面去找你了。干嘛？巧克力又来了，巧克力又来了，他要准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免洗的。嗯。很痛，痛，快死了。我破盾了，我被破盾。我是弓箭手。哎、欸，我
好卡，我肉吃不下去。哎呀、啊！666666，快死的时候旁边跳下去，跳下去至少是啊。卡啦，真的很卡啦，很卡，我肉吃不下去啊，真的很卡。今天是真的比较卡一点，感觉那个还是要买一下哎、欸，就斧头。嗯，我刚刚以为荣耀战斧是，半不是荣耀战斧，还有不是在玩王者。你哦，没事，我死回家了。他们全撤退嘞。嗯，他们应该是有来偷挖，刚刚看起来。你可以买一个那个祭坛，啊，放在那个，嗯，对，先有些装备哦，可以记得穿一下。战神祭坛啊，不够，投放岛，有人想从右边绕，嗯，为什么我买不起来？三哦哦，铁定不够。铁、yeah. 啊，太抠了。我去捡一下铁。放鸡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是你买一下，我先去放核心。买我买我。好好。喂。啊，这里还有一颗。应该可以。喂、啊，不行，好像不行了。看起来是不行。小雨来帮我一下。好。这个怎么这样跳进去是？贝壳，注意。别、yeah. ！哇，那个好讨厌。反甲。对啊。好吧，那只好我也来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免洗啦。哎、欸，有拿到他的那个吗？斧头。好好。这还有那个装备。穿线。什么？有。好，我先回家放那个。防分身。我应该来踩一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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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干嘛干嘛？哎不玩啊！哎哎不玩！是的。啊！又来偷挖子，他们哇，这攻进来嘞！啊！攻进来，攻进来，攻进来！家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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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里了，进家里了！我的附魔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啊！回来了，我的东西。那个，那个，我想他们压进来，应该是有刚刚不做什么事情。杰克就别走了嘛！哎、欸，过来，杰克在右边。挖完了，挖完了，所以撤了。把杰克装备留下来啊，来右边。他们两那个啊！哎、欸，小雨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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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！我被打下去了！先收一下。啊！杰克跑掉了。
来。姚玉姬，我不知道他在哪么后面。姚玉，对不起吗？我分数，你把谁？可以盖啊，嘿嘿。怎么可以盖？啊！又有新的可以盖，没有绿宝石。我才刚死回来，又死回去了。哇，他们的清净石！哇！哎呀，汪汪不要啦！欸、啊，这两边的放什么的守护者吗？啊，不是，也是放那个放核心的。干嘛？就是那块有那个、啊、战神祭坛的那个效果。不过我过来了，我好像没有带稿子。哎、欸，这边去快点，我帮你拖住他了。快点，这边就决定是你了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没有历史，历史。哎呀，我去买核心。好哦。结果他们这中间，他们也都不走中间啊，大家都跳旁边、啊。对啊。啊！啦啦啦啦啦！放核心。你要买核心，可以用右边那个商人比较快。哦，对哈、哦，这边点比较快哈、哦。对，那个 Shift 按一按就好了。有人要跑进来了，又来偷挖了。又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他们全部大举进攻了，我觉得有点多人，有点多人啊！我走了，再见。自己跳下去，至少我东西都还在。冲啊！人有点多啊！冲啊！我的核心呢、啊？一小，一小，两下。为什么爆炸了？我炸的。附魔。他们偷放他们的核心在我们家。他回归时，巧克力回归时，我在那消耗你。汪汪在家里，汪汪在家里。他以为没人看到他。好，我来啦。耶、yeah, ！我死掉了。汪汪，滚呢！哇，欸，看家里面有那个稿子的，先把家里面的蓝色挖掉，万一再加分。Rust。Yeah。他们装备好硬哦，硬起来了，这边要打。不好打啦。想吧。有投降键吗？投降输一半。哎、欸，我有他们的稿子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他们的稿子。投降输一半吗？我们赶快干掉我们的，快点！好好好好好好，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！有铁镐吧？铁镐在第一个箱子里哦！快快快快快！我把它打下来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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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第一个箱子下面！哎、欸，我把它打死了！打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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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！来镐子！快快快快快快！还有吗？还有他们的吗？有第一个。有吗？哎、欸，有嘞、欸！我也要！好，给你，剩下给你，哎、欸，泽平为什么不讲话、啊？没开吗？泽平，你干嘛不讲话？今天很安静、啊。我在研究要怎么玩。耶！我们挖掉核心了！耶！成功了，挖掉核心了。不能，这他太硬了啦，打不过。对啊，耶、yeah! ！怎么了？ Yeah! 怎么投降？根本打不过嘛！你们才把我们全部的都挖掉哎、欸，有吗？不是，你也把我们全部挖掉哎、欸。可是你们装备在这样子，你要不要看一下装备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都在明显，我才还没玩到哎、欸，我都一直在冲而已、欸。汪汪跟杰克都七进七出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我前期免洗让他们可以动啊。没有啊，横冲直撞。没有，我前期免洗让他们有机会去弄装备啊。
有啊，悄悄有开直播啊，有新手要跟我们讲一下，我们一开始前面谁都没有换那个、欸、牛排岛、欸、我手上是拿跳台，你知道吗？拿了分数，他说：“啊，第一个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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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回去买一下牛排好了。”超好笑！没人要炸我，我自己炸。太可怕了，连炸都没有炸你。